各位购车志的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是我们All New Fiesta 上市记者会的日子。我们终于把这一台全新大改款的All New Fiesta 带给台湾的消费者。那这一次在Fiesta 的改款的方面的话，不管是在内装方面，在外观上面，以及在动力的编程上面，我们都有一个大幅度的更新。其中在外观上面，我们沿用了我们动力美学 2.0 的一个设计，不管是在车头的部分，在引擎盖折线上面，以及在车头进气孔的部分，我们都做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不同的改变。这一次在内装的改变上面的话，我们使用了更多的这个镀铬的材质来增加整个车室内的高级感，以及我们也加装了这个室内的气氛灯，所以在夜晚的时候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车室感觉。那另外的话，在座椅的部分的话，我们使用了这个高级材质的一个菱格纹的设计，在不管是在乘坐的舒适度上面，以及在整个质感上面，都是非常非常大幅度的提升。那另外就是我们这次是首度将我们的 Microsoft Sync 的这套系统加装在我们 Fiesta 车上，所以大家可以运用这个声控的娱乐整合系统，在安全上面有更大的提升。这次我们提供两个不同的引擎选择，一个是包括第一个是 1.5 升的 TIVC 引擎，以及这个得奖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1.0 升的 EcoBoost。 其中在 EcoBoost 的方面，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消费者应该对这个引擎都已经不是非常陌生了，它连续两年在2012年跟2013年得到了这个世界引擎大奖。那它在动力的表现上面有一个3缸 1.0 升的一个引擎输出，却能够到120几匹马力，相当等同于一台 1.6 升的引擎。所以这台车其实非常非常需要各位消费者亲身的走到我们的福特展间来做体验。我相信这一颗 1.0 的引擎绝对会让大家感受到非常非常完全不同的一个用车的体验。那这一次的 Fiesta 我们总共分成4个不同的车型，那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 1.0 升的这个运动版，所以我们欢迎消费者能够赶快走到我们福特的展间来试乘、来试驾、来感受这一颗 1.0 升 EcoBoost。 谢谢。